迎收听百灵果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闻。Welcome to 百灵果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果双语的方式与大家聊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好，今天其实我们除了蛇边跟我们在一起外呢，我们还有两位贵宾，说是贵宾，但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坐在这里，然后一直跟我们聊天，不让我们工作，所以我们就说，不然你就一起开机。是谁不让我们介绍自己？你没有你想象的红，谁是？我是范齐飞，还有我是敏迪。好，来先等等，我们先来就是宣布一些重要的事情哈。首先是凯莉的校友会，因为我相信我很多听众大家都支持我，然后就买台北的场次。那我们现在台北场次延期，因为台北的这个疫情稍微严重一点、但只有台北场次延期哦，所以原本买6月2号跟6月3号的台北场次会延到826跟827，那其他就是我们6月10号11号还是去台中，然后高雄的话不对，6月10号跟11号会去高雄，然后8月12跟13会在台中，那就到时候见啦。等一下，6月2号跟3号到6月10号只差7天，那你们只移台北的对，而且我为什么没有收到？而且我为什么没有收到公关票？是因为延期了，就是因为没有，不是没有延期的证件没有给我。你少来，我想说最后如果有剩票再给你，他想赚钱，他想赚钱，因为我不好意思给你拿票，我不敢是给你收钱，很麻烦。好，那就这样，谢谢大家的支持。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housekeeping 要做的事情。我们最近在外面就听到有人跟我们说。有人在外面说他们是百灵果的广告代理商，谁不知道，反正有人这样跟我们讲，他们在外面就是接触其他厂商，听到有人在说他们可以代理百灵果，所以他们有什么需求直接跟那个人联络，那个人会 pass 广告给天哪，好荣幸哦。那我们必须说我们有诈骗了，我们没有，也不是诈骗，他可能想要就是诈骗啊，他就不是我们的代理商，他想要，他们想要有话语权，所以我们要必须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没有在外面没有任何的广告代理商，所以大家想要跟我们做合作的厂商，对，那大家想要跟我们合作的话，其实就直接 email 给我们，这 kk@bilingualnews.com 直接 email 我们就可以了。好的，好，那 housekeeping 做完了，那我们就开始我们的 first news 吧。好快哦，天哪，好开心哦。好，Finland and Sweden submit applications to join NATO. 芬兰和瑞典都宣布申请加入北约了。没了，阿敏可以交给你。偷懒啊？没有，没有偷懒。我们今天想要用讨论的方式，对不对？因为这个芬兰跟瑞典。他们算是正式提出正式 submit the application 嘛，那这其实是一件大事，超大，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芬兰跟瑞典就是传统上就是北欧国家中是非常所谓的中立的国家啦。然后我有看那个范齐斐的 today 看是范齐斐现在对我越来越不尊敬以前都有范姐，我以前都有范姐，现在就直接就变范齐斐。你从来不知道我，你有没有发现我都是私下叫你范姐，开机我都叫你范阿姨对，好像是。我现在用我叫你范阿姨真是，然后这边开什么匪夷所思啦，什么阿姨这样说，阿姨有问题，像我说哇，你就这样一直用，然后也没有跟我说个谢谢。不是，问题是你跟英方两个都在吵，说是第一个讲的，我现在不知道把这个是我先讲。Oh my god， 你要怎么回事啊？你这个都要争，我不懂。I don't get this. I don't get this. I don't get this. 你说是个阿姨，这有什么？对，一点创意都没有，对不对？对啊。范妹妹，不行，我这什么好吵的？好，不过那个范姐在那个无所谓啦，对，无所谓，对，我被影响了耶。你被凶一下，对，你凶一下范阿姨在那个，我被敏迪影响。范阿姨在 Today 看世界里面有讲，她都说芬兰跟瑞典这两个北欧国家的中立定位，讲难听点就是两手政策。你为什么要这么凶啊？没有很凶啊，我只是陈述。可是我觉得这是事实啊。你为什么他们觉得他们是两手政策？我觉得。是大家一听到两手政策就觉得是负面的吗？我只是觉得他只是 让他自己有一个弹性啊，就是他在西方国家这一边他可以有一些弹性，然后跟俄罗斯这边也有一些弹性。我觉得两手政策对我来讲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就是要让他自己在这中间可以获得最大利益，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啊，就是一个生存方式。对啊，马英九也是两手政策吗？
对不起，我没有，因为我觉得好像是一手而已，我不知道另外一手在哪，可是 一手大手，一手小手，一手在裤子里。就说，可是我觉得这个两手策略，你要怎么样判断它是好是坏？我觉得是每个人的、看你站的位置怎么看嘛，是是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在讲两手策略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说它很。你可以说他很炸，你也可以说他很聪明啊。Yeah. 对啦，可是芬兰他之所以会有这种两手政策，其实跟他的历史是有历史脉络的、嗯、对不 对, 对，因为当全就是在二战时期其他国家都只打一次战争的时候，芬兰好像打两次。对, right? 对，他们那个很可怜。为什么他们打两次缅甸？就是好，大家想一下、哦、地图上面，俄罗斯在右边、嗯，然后德国在下面南边，那芬兰就刚好卡在他们中间、嗯。所以当时苏联不是很讨厌希特勒吗？对啊，就说他很怕希特勒从北边上来绕过去打苏联，就是经过芬兰然后进去。对，他怕他绕芬兰北边然后打，嗯、然后苏联就直接说：“我为了要去阻止这件事情，我要先过去打芬兰。”预防性积压、啊、现在不就这样子，现在不就在说乌克兰也是什么，我怕乌克兰打我们，所以我怕北约打我们，所以我要先打，所以他们那时候话术是一样的。可是乌克兰又不在北约，什么东西不合理？对、啊、当然也不是，他们只是觉得这个绕路好像很合理、嗯、然后那时候就叫冬季战争、嗯、那冬季战争打完之后呢，其实芬兰当时就有说，就他其实因为他们地很难打，因为当时就冬天，然后那个都是泥泞啊，都是雪，他们又森林，所以其实俄罗斯当时是打得很惨的，嗯，输很惨。可是最后芬兰还是抵挡不了情况下，他们还是签那个约、嗯、签那个协议，然后最后芬兰是割了一些土地给他们，可是保留他的主权、因为那时候我记得是、okay、芬兰的兵力跟俄罗斯兵力相比之下是五比一哦，对，不对称的，不对称的，对，就是五比一，然后芬兰 hold its ground， 其实很屌、欸、他就跟现在的乌克兰很像、嗯、就是全国整个守住，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刚刚那是第一场嘛，冬季战争、嗯、结果后来纳粹真的觉得哎、他这样讲好像也有道理，那我就真的我真的往芬兰走再去打他怎么样，所以刚好又被俄罗斯打弱，对，就直接上去了，对，纳粹直接上去，然后他们第一场战争就叫继续战争，好可怜哦，好惨哦，好可怜哦。所以你说在这种强国旁边的生存真的是要有、yeah. 他你不两手不行啦，你一定要、嗯、一定要平衡，需要有一些智慧，嗯，对啊，所以他们就打了两场Yeah. 然后现在，然后其实也是那个战争之后，他们其实就觉得我还是保持中立好了， yeah. 我不想要我两边都不是人，嗯，对，嗯，所以他们的中立战的那个地位都一直走到现在这样。OK，、yeah. 可是其实这个过程中也没有真正的中立啦，因为他们虽然好像有一个标签是哎、嗯、我是中立国、嗯，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也是有加入那个欧盟啊，然后他们还是有要跟西方靠拢，只是好像比较不会那么明确说啊，我们就加入北约，我们是战争，就是。所谓的战力的 alliance 比较没有这样而已、啊嗯、对，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个就是合作的一些协议机制这样子，对、嗯嗯、就希望不要太惹怒对方啦，对，他们的 border 其实都是有真的是有军人在那边 patrol 的，都走来走去、嗯、虽然说过去几年芬兰那边是没有就是那么 serious take it seriously， 就是有军人在走，可是他们没有真的是像现在这么紧张，现在是军人就放超多 on the border，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呀、yeah, ，我觉得我印象最深就是以前大家在讨论那个两岸关系的时候，都会常说芬兰话，芬兰话，就说啊，台湾其实要学习芬兰，它就是用一种比较模糊一点的地方啊，那不要太惹怒那个隔壁的强权，然后就说啊，马英九是不是也在走这样的路线？啊、芬兰话，以前念书的时候最常听到这样的。就是分析嘛、哦、真的假的，以前是政治系，然后、哦、学校会这样讲，学校应该是吧，应该没有、哦、我再去，我没学到了， 我没有听过芬兰话，你好政治人的学历我是政治系啊应该是学校吧、啊、或是后来学到 anyways 反正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讨论、嗯、但其实大家就在讲说，就是虽然有些人会批评说啊，你所谓的芬兰话，你根本就是丧权入国啊、哦、你为了要苟且偷生、嗯、然后你丧失自己的主权，你甚至有做一些言论自由的审查，你就不想要惹怒苏联嘛，所以有一些相关的书籍你就会故意不发等等，我想哇这看起来好熟悉但其实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你说他们是丧权入国，可是他们其实很努力的在维持自己的军队，他们其实花很多的心力、嗯、然后维持自己的主权某种程度的独立、嗯，那其实是要靠整个国家的决心，而且那个刚刚敏迪讲的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直接被打两次，那个东西其实 has become a Finnish， 就芬兰人的 Finnish the national identity 就是他们其实知道说我们一定要
要加入军队， we need to like protect ourselves、嗯、所以就是军队这个东西在他们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芬兰这个的他的所谓的两手策略或是你的芬兰话好了，他这个策略是受到他的国民支持的。对、嗯、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地方、嗯、因为他其实以前、不是说没有讨论过要参加北约的事情，可是他的民调其实一直都不是很高的、嗯、他以前都差不多20%几吧，他是少数声音哦、yeah. 我这边有一数据，就是2017年的时候参加的人 yes 才 19%， 然后 say no 的是 53%。 哇、啊 okay. 对，那现在我大概是两周前的数据的话是 yes 是 53%， no 的是 28%。 哇，因为乌克兰被打了嘛，对，被打了之后，所以是变反过来了。对对，所以他们这一次这应该是今天吧，今天 they submit their application， 来终于交出去他们的申请书了。可是里面有国家在叫，就是现在 NATO 的成员国在叫，那是土耳其出来叫，嗯 ，right？ 所以我很惊讶是土耳其出来叫、欸，因为我一直想以为会叫的是什么匈牙利，为什么？很亲俄，因为对，没错，匈牙利非常亲俄。像之前欧盟他们内部在讨论要制裁什么俄罗斯的石油的时候，就是叫最大声的就是 Hungary， 然后匈牙利的那个Prime Minister 总理吧。总理对对对对，那个 Viktor Orban 他其实一直以来也是非常的亲俄，不过当然他在国内是说哦我要维持和平什么的，不过他在立场上都非常的亲俄，直到选举前的时候他就说哦我没那么亲俄，不然他其实之前跟那个什么 Marine Le Pen 啊那些的立场都超像的，嗯嗯呀， yeah， 所以我这次看到是土耳其先跳出来的时候我说 What the fuck？ 那土耳其他其实不是为了亲俄，他跟俄罗斯就不好。你说谁？土耳其跟俄罗斯不好，其实不太好。就是他们其实在比如说在亚塞拜然亚美尼亚那边打架都是站对面的，嗯，他们没有到很好，但是他的确有跟俄罗斯要买防空武器，没有错。可是你不能说他们好，不能说他们不像匈牙利跟俄罗斯一样的好。对、嗯，那他这一次其实他反对，他是在那边要东西啦。我觉得他是就是勒索。勒索，所以现在先说个 no， 然后也是对国家里面的人可以有交代嘛，对不对？然后之后要东西的时候，还可以跟后面的人说，至少我要到一些东西。他就是要跟西方，他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些他的那个 sanction 是不是？对土耳其的一些西方国家的一些制裁的那个，他要他拿掉嘛？对，他现在很惨哦，你知道土耳其现在的通膨50%多。哇，他们的货币大跌，哇，就是因为他们一直被制裁嘛。那所以其实现在土耳其，我觉得他这个要求，这个勒索哈，他没办法太用力。他其实前几天才去跟沙特阿拉伯的人见面，他们之前吵架，因为哈萨吉的案子，对啊，他们吵架，可他们现在见面，所以土耳其现在要勒索是一个是经济的那个制裁要取消，另外一个是库德族。可是库德族要跟大家讲一下，他们叫最大声的原因是说什么？瑞典跟芬兰都在庇护 KK， 库德族的政党嘛，对不对？对，我看到那个名字。库德那可是这个政党，库德工人党。对，那可是他们一直说这个是一个恐怖组织，可是说实话在 World 什么 United Nations 好，然后连美国也把这个库德族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可是 PKK、嗯、对，可是那个瑞典。跟芬兰其实并没有，然后是让他们说你们可以来我这边寻求政治庇护嘛，对不对？所以他你觉得这一次土耳其这样做有真的有可能让芬兰或者是瑞典说哦好啦那我们就不再庇护他们？不可能嘛。嗯 ，Right， 我不知道他们的态度啦，这个很难讲、欸。对，我不知道他们态度，这个很难讲，就要看他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外交折冲的东西，嗯，到时候有可能反正就是交换嘛。对。那你交换人质吗？没有，不是交换人质，就是交换条件嘛、嗯。那很多时候有些条件可能还是 under table 的，哦、嗯，所以说就看，我是觉得土耳其的态度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他很明显的把他要的东西拿出来了。对，现在接下来就是 negotiation， 就看大家怎么样谈嘛。嗯，呀，反而我觉得匈牙利比较危险，因为匈牙利他现在没讲话吧，对不对？对对对，所以他有可能突然就按键。他有可能就是他不需要讲啊，反正时候到了他就投了个反对票就好了。可为什么可以一个国家就反对这么多国家同意的事情？什么意思？所以 NATO 只要一个国家反对就毁了，他要共识决、嗯、啊？为什么、嗯、这个都是当初就是北约成立的时候他如果不设这个条款他就组不起来，就其他人进不会想加入就 对就是说一定他就是通常
我们现在看很不合理的机制都是因为这样子，都是这样形成的。联合国也是吗？对，安理会那边也是，然后 WTO 也是嘛，对不对？对，都是因为一个大家 compromise 就是互相妥协之后的结果，所以看起来当然有些就会很不合理。那你说跟婚姻好像啊，有感是不是？现在看起来都觉得不太合理。你只有两个还好吧？这里面十几个哎、欸，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时空环境，当时的时空环境，如果你没有设这一条，它就是组不起来， okay. 所以大家都要两害相权取其轻 ，right？所以后来就好了，虽然明知道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还是要把它摆进去啊。所以就是像阿尔卑尼亚这种小国，嗯，然后可能就是 nothing inside NATO， 可是他只要说 no， 理论上就是是啊，理论上是这样。可是通常是他们这个在后面都是会有跟大国的、啊、的谈判的 alliance， 他比如说他跟谁比较好，嗯，然后跟美国比较好的，他一定就会跟着美国走嘛。嗯、那跟俄国比较好，会跟着俄国走。Okay. 那这一次跟俄国比较好的，可能很多也不愿意得罪西方国家，对，所以 you know 就是说，就是他也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其实，可是要难搞的就是那几个，要把它搞定就好了。啊、那我好奇的是，为什么匈牙利大家会觉得他可能会投反对票，然后支持俄国？他其实已经有公开讲说，就是他如果真的完全不要俄国的石油或者其他资源，必须要再消耗150到180亿欧元的成本，所以他一直很希望欧盟可以来帮助。对对对，他已经有公开讲他想要钱了。哦，所以搞不好用钱也能搞定匈牙利，就说不定啊。嗯，因为而且我觉得他如果说真的俄罗斯这一次影响真的很大，兵败如山倒好了，或者他经济影响真的非常大。站在匈牙利的立场，我就觉得如果我跟你这个同盟现在已经没有像以前来讲对我来讲这个利益那么大的时候，他在这上面改变立场，我不会很惊讶。哦，就是前几天我就听到那个 Economist 的 podcast， 其实就在讲说 how Russia has reignited you knowNATO， 因为原本 NATO 是个这个组织，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差点整个瓦解嘛。马克龙自己就说他脑死啊，马克龙也有讲嘛，他说 NATO 脑死。对啊，然后川普就说大家都不缴钱，就美国在缴之类的嘛，对啊，一直抱怨，对，所以一直抱怨，所以差点整个 NATO 差点 GG。好，要不是这一次俄国做了这么恐怖的事情，这么不人道的战争，不然的话。NATO 不会，大家就是说，哦、oh, ，Let's do something together, make it important、啊。其实那个时候，大家担心的是北约要瓦解了、嗯。说真的，那个时候的确是，我说在这几年前的事情而已。说真的，可是现在马上就变成说，哦，要在讨论说他的这个其实越来越多国家加入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普丁应该是觉得失算了，功臣就对了。我觉得应该是失算了，这件事情上应该是失算了。对啊，因为他原本没有想到说打乌克兰会引发这么多的后续 ripple effects， right？ 因为他本来以为就是我打，然后乌克兰应该秒瓦解，然后大家就摸摸鼻子就假装没这件事，跟当初的克里米亚一样。对啊，对。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没有想到这一次西方国家就是说。这一次我就是他妈的不给你了，对，就醒过来的感觉了。我觉得他就是，我觉得他没有算到这一点了、嗯，因为以前的确西方国家就是算了嘛，反、正是乌克兰那就他很弱嘛，你就拿去好了。可是我觉得他的确是没有算到这一点。呀、yeah. 嗯，只是说真的，乌克兰现在最近的一些东西新闻我都不太敢再继续看，因为是真的是越来越惨了。他们最后不是那个 steel factory 的那些。最后那些 soldiers 虽然有被撤出来，好像被撤到 Russia 的地方了嘛，对不对？也好像就投降了，投降了嘛，就乌克兰的那个 steel、啊、plan 就投降这样。对啊，我都不太敢看。我有看到 The Daily 做了一整集专访，但我你敢听吗？我敢听，我会想把它听完，但我还、对还没有。对，我的心脏可能比较弱，所以对于这种。东西我真的好吧，我把它听完，我下礼拜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那说到心脏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鸣笛在这边。对 ，That's address the elephant in the room 他。他最近变很瘦，他不是 elephant。对，天哪！我跟你说，我今天看到鸣笛，我说鸣笛，鸣笛，你还好吗？来跟我们聊天，他就好。然后看，我想说，天哪，你要被风吹走了耶！你怎么变这么瘦？我们冷气都不敢开，你知道吗？对呀、啊，还有热的要死。不是，范吉北真的很爱开那种什么18度，真的好冷哦。你还好吗？怎么变这么瘦？可以教教我怎么样可以变这么瘦吗？你就要延上两天，不对啊！我延上两天，你
我已经上两年了，没有。我年上的时候好像没有吃，你是吃不下是不是？对，我吃不下，就是这两天我几乎一天可能一餐不到。我那天好像我说我让自己心情好一点，我去点麦当劳，最喜欢吃麦当劳，然后点了一个套餐之后，我鸡块吃两块我就吃不下了。Oh my god！ 那你剩下怎么办？这好浪费，给我女朋友吃。好，我们应该要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对，因为这个东西我相信绝对是在同温层的圈圈泡泡里面发生而已，很多人都不知道呀。Yeah. Yeah. 所以敏迪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讲，让你讲。南加州的枪击案，然后我写了一篇文章。那我那篇文章里面主要是写我看到的事实，我们已经确定讲 facts， 对对对，确定正在验证，已经验证好的事实。然后因为事实，我就会觉得说啊，那有些东西还没有厘清，写保守一点，对，写保守一点。然后一贴出来之后，贴到粉专上，因为我觉得这台湾人的事情嘛，我平常不会把文章放到粉专的，放到 Facebook 粉专之后，一天内爆量的留言，然后大家开始说我支持统促党，我在帮他们洗白，我在帮犯人周文伟洗白，然后我不体谅，我不去理解长老教会受过的伤，然后最后就是已经开始就一直被骂就对了，对，然后现在的被骂已经骂到就是大家就是有人在查我身家，就是说你有什么身家可以查，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其实很有钱是不是？我怎么都不知道。然后我只是看到他就是有人说，因为我是冈山人，所以我一定是外省人二代。然后就有人传讯息，什么冈山不是一座山吗？不是外省人当初撤退到那吗？什么意思？为什么？为什么冈山人第二代就可以直接推冈就可以直接推外省人？冈山不是就是养羊的吗？这个有很多羊肉炉嘛，对不对？而且这件事情跟你写的那个东西到底有什么关系？他们就说我外省人，所以我就帮外省人讲话，或者我就帮就是省级清洁，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也很纳闷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所以我现在比较难过的就是太多。完全不是，就他们已经把我整个人，不认识你的人，然后就是来骂你。他已经不只是骂了，他已经把我整个人变成不是我的样子，统派，然后外省，然后我是统促党的，还有人说我是共产党派来的。不是，哎，你好走心，对呀，这种骂就是很有趣吗？我觉得，我说实在，人家如果这样讲我的话，我就会觉得你好像在说范西北是男人，就是我就是说这个是完全跟事实相反的事情，这有什么好？就是有一点，就是很夸张、啊。你为什么要为这个事情？对啊，他们吃不下呢。再讲一个不是你的人呢、欸？对啊，只是同名同姓。我觉得难过的点在于。我当然会走心到，我会觉得第一，可能有听过我的人，但他不会那么认识我，然后他就会被他们影响说，哦，原来敏迪是这样的人。然后我现在因为网络世界，我真的不知道那样的人到底多少，我会担心会不会那成为了一个压倒性的声音。虽然我知道你们一定觉得不会，但是我自己会，我看不到，而且那篇留言数真的太多了，然后烧到就是，其实我很久我根本不看政治新闻的朋友们都来关心我说你还好吗？哇，你怎么了？然后对，就是我觉得那个烧到让我有点无法掌控，再加上他现在烧的方向完全不是真正的我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担心未来大家就这样看我了。对，可是我现在又告诉你，说共产党派来的，对对对对，我不会这样看你，我现在这样跟你讲，这样你这样有好过一点吗？他不care你怎么想啊，其实他care那些骂他的人呢、欸。我要让那些骂你的人知道说。敏迪如果是共产党派来的话，他有可能去跟蔡英文在同一个房间里面。对，或者共产党派我来，其实真的派了一个蛮弱的人。对啊，我现在就被骂哭。如果共产党派是你，我真是不怕他们了耶。对、啊，没有看一看现在上海样子，我现在不怕，不是很怕共产党吧？就因为他们甚至还有，我不知道还有人去听我最近上了一些人的专访，然后我很乐于跟大家说我的童年是怎么样，然后就会有人说。就是因为你童年就是你家爸妈都没有教好你，所以你现在这个是很明显的人身攻击。对啊 ，Yeah, those people are assholes. 对啊， yeah, 这个是完全没有就事论事哎、欸。对啊，完全没有啊。这个是我觉得是这个基础教育很差吧？真的、啊，我真的觉得这个基础教育太差了。难道不知道这样叫做人身攻击吗？可是这些言论就会一直被没有认识我的人，然后一直传。好，假设今天。十个人里面只有两个人认识敏迪，剩下的六个、欸、你真的有点高估了。
一百个有两个，举例啦，本来要哭的，但是因为其他可能六个人就会以为，就会就说，哎，他就是这样的人，然后开始过来这边洗，然后开始跟身边的人讲，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怎么告诉我觉得我很不甘愿。或是那一些人，他们从来没有认识过我，他们甚至一篇文章、一集 podcast 都没有听过，可是他们却觉得他们好像很熟、很认识我，然后直接帮我做定调。嗯，就给你贴标签嘛，就给你贴一个、贴一个。那我觉得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but it happens though， 网络上就是这样子，就是不理性的人好多。其实我们最近有一些收一些新的私讯，他们是说他们最近才开始听到我们，可是他们说他们以前以为百灵果是统派同路党跟中共同路人就是现在的我是不是对对现在的你然后一听说哎，没有啊，我们立场超像啊，所以就是而且我们其实也超不理性，我们也爱乱骂然后我们很喜欢 conspiracy 对啊，超爱超爱对，所以就是其实 不理解你的人很多，那我觉得只能就是我个人的看法会是一步一步慢慢来， because你没有办法 it takes time 网络就是这样子，然后再来是你不可能 you cannot please everyone， 所以只能真的只能一步步慢慢来。那 PTT 那种地方啊 或 Twitter 真的就是少碰，台湾的 Twitter 有点歪，有点难以说服我要挑字啊，你好会难以说服对，因为大家有 我自己看是觉得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论战的东西就是要你就是要经过了哈，然后多打个几次，可能就会你吧。你最近哎，我跟你说，我要先说明天你原本的事情，其实大家就是针对你的文章，觉得哎有不同的看法，然后骂一骂，其实就算了。我觉得后面还会开始有人在骂，就是怪番起飞，对，他就莫名其妙跳下去，而且他就超他叫大家理性，他超不理性。OK， 一直乱骂，虽然有点好看。我说实在，我觉得我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人。哪样哪样？两岁以前吗？我觉得我以前也没有这么冲。OK， 虽然刚刚你们都不同意，虽然我说你抓周的时候是没有，是上个世纪，上一辈子，好像那时候还在戒严啦。我是真的觉得，我真的觉得我以前也是会觉得说，哦，人家来可能对我有一些误解，所以让我把它说清楚。嗯，但是我觉得这几次下来之后，我就觉得有些人，我觉得跟他沟通可能没有用，就是或者是说我原来的沟通方式是没有用的，就是我一再的说明说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好像没有用，所以这一次我是刻意的，我就是试试看用你们的方式跟你们沟通。OK， 你都乱骂吗？对，我就是说我觉得你用什么口气跟我讲话，那我就用什么口气跟你讲话，你用什么逻辑跟我讲话，我就跟用什么逻辑回你。没有啊，那如果对方骂你没有逻辑，那你就也没有逻辑吗？对，我就是对，我就是也没有逻辑。是是是，我就 it's okay， 我是真的觉得，因为我真的觉得换个方式嘛，实验看看会怎么样这样子。那我甚至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我觉得我说实在，有些时候我在看他们的这些发言的时候，我其实现在也是被标为统派。统派的人好多，他们可不可以要一直把一些就是本来没有根本不同的人，然后一直推向统派，最后让统派很多，然后这样有比较爽吗？是很想被统才会想把统派堆这么多人吗？我真的不懂哎、欸，就是现在统派的那个派被他们已经归类的现在超大，他们知道吗？对，只剩下他们不是了吧？对啊，他们自己有时候也会内斗，所以对又会切割别人啊，在切啊，对对对，比如说这最近出事的就是什么某一种牌的牙医，他也出事，那也要把他归过去吗？就是什么东西？对啊 ，I don't get it。所以我是在真，我真的是觉得，如果他们要的沟通方式是这一种哦、就是说反正出来就是先我觉得我强调的事情一直都是。把这个事情先看清楚以后再说。我现在就是说，我觉得今天很多人在讲说，哦，这个事情呢，就好像说这个黑人这个族群，今天如果说发生枪击案的时候，还叫他们冷静，不可以愤怒，哈，就是那个第一个，我不是这样讲的。第一个，我觉得理性看待不表示你不可以愤怒，这是两回事。嗯，哦，这是两回事。All right， 第二个是，我觉得你今天
愤怒的原因是只是生气乱骂吗？还是说你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嗯，但是我觉得你生气乱骂很简单嘛，我说真的，这真的很简单啊，这太容易做了吧。嗯，我说有今天我挑战大家的是去做一件困难的事，是真的认真的去看周文伟这个人，他的思考，他为什么会变成杀人魔，今天中共的大外宣在这中间有没有贡献。OK， 我觉得这个东这个连结你要能想办法 build up， 嗯，他然后他是怎么做的？这一次纽时在那个黑人，就是那 Buffalo 那个是隔一天而已哈、哦嗯，那同样发生非常严重的这个那个也是枪击案，纽时的他就在讨论，就是他在讲说为什么今天会有人去做这么极端的行为，然后他就讲到说这个 replacement theory， 他在讲说因为在很多白人的极端社团里面会有一些流传一个说法，然后这个说法就是说哦，那个少数族裔会将来会把这个白人取代啊、哦嗯，这个国家以后就都变成那个被 replace， 对，被替换掉了，被替换掉了、嗯，所以这个说法在那个白人极端白人就 extremist 啊。嗯里面呢就非常流传，所以他们就会最后就变成极端。好，我觉得重要的是去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变成一个极端分子的。嗯，这个是需要非常冷静去看的、哦、这个不是用骂可以骂得出来的、嗯、OK 嗯，而且我觉得一直在讲说另外一个，我说实在我觉得非常 offended 的是，我觉得一直在讲说好像这个是一个受害族群这件事情，我说真的，白色恐怖的这个受害家属或是受害者，他真正经过的事情，有多少人？你们这些在骂的人，有多少人是真正去理解过的？你如果真的有去理解的问，你会知道他们那个伤痛有多深。这个，我说我都。我不敢，我不会，我觉得今天我不敢把他们的伤痛就拿来说这是我的伤痛，我觉得这实在太侮辱人家了，嗯，真的太侮辱人家了。你知道他们那个伤痛是带着是到下一代去的，嗯，这个不是今天不是说哦今天这样，这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直接来说哦我们也是受害者， It's so cheap， 嗯， It's so cheap， Well talk is cheap，所以他们没有 show their action， 他们就是只有在网络上这样出一张嘴嘛。对啊，我是说真的，你有这个，你今天只会今天去骂敏迪，因为叫你就要实事求是。今天叫你说不可以为审先判，你就把他臭骂一顿。你这个能量，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看一看我们白色恐怖的历史？有多少人去过景美的那个人权公园？我去过。对啊，我如果是统派的话，我是说真的，你们有多少人？你们真的有去了解的人，你不会这么轻易的把这些这么重的伤痛，你把它拿出来用的。嗯 ，OK， yeah， 就是拿，我觉得拿来讨论啊，拿来一起。看我觉得都没有问题啦，是拿来做人身攻击，而且是超级没有意义的人身攻击，这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对。这样讲好了，敏迪，我当初就是我跟 Ken 看到你文章，我们就想说啊，因为我跟 Ken 很喜欢乱骂人哈，我们也很喜欢骂统促党，我们就觉得干就是一群垃圾。对啊，对，我们多早以前就开始骂统促党，我们超爱乱骂。我们从他们在西门，我们从他们在西门町那边有去街访，对啊，对，那时候我们就去那边弄他们啦、啊。对啊，我们很爱弄他们哈，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就是智障啊。对，但我觉得这并不代表他们可以。应该说，比如说，我觉得敏迪，你有你做事的方式，可是并不代表，我觉得你就，我觉得这两件事啊，我觉得就好好讨论。其实好好讨论，就不是很好嘛。I don't，然后大家就在那扯一堆别的，我就想说 ，this is not important，、yeah. 然后这一点都不相干，就是完全不能理解。他们，我其实后来有很多想要讲的话，然后包含到了后面演上之后，开始有了人身攻击，然后我每一次我要讲的时候，我都会。打完一段，然后我就在想，我这样写，我会不会又惹谁生气，或者是我会不会，我你知道，我甚至是有点纠结的是，我这样写我会让对方再有机可乘，或者是我会不会让我的观众、我的粉丝觉得我在示弱，或者反方向讲，我在吵架，这样对，我在吵架，他们不喜欢看到我吵架，然后谁不喜欢看到你吵架？我不知道是谁，谁的听众粉丝？我自己，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吵架的人，所以我就会觉得说，那而且加上我今天第一篇文章，我是呼吁大家
理性沟通。那如果我今天站出来了跟他们对干，那我是不是有违我自己的原则？反正这两天，我们现在其实事件才过了第二天，这两天我其实一直在纠结，然后我一直不知道我该怎么做才可以缓解这一，才能 please everyone。对对，kind of， 对对对，然后每一次想为自己说点话，又吞回去。我现在我好，我不知道这个要不要剪掉，但我其实老实说，我现在是对做一些事情是有点恐惧的。啊，好，其实我们经历过，我们真的经历过，我们都经历过。我觉得我们都经历过这一个，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第一个我是真的觉得多几次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办OK， 那个，然后不管是你怎么样回应，或者是说你的情绪上怎么样武装起来，或是我是真的觉得这个多几次就会了。第二个我是真的我自己在看了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实验嘛，我觉得用这个方式沟通不灵，那我们用另外一个方式沟通。那如果说反正我就是尽我的能力换不同的方式沟通，那真的不能沟通的话，有些人就放弃吧。好，那敏迪这边我要当坏人了，我要讲实话好，就是当下我看到那个文章的时候，我马上就跟凯莉说这一定会被骂。我知道，哎，因为我们很讨厌同处党，我们很讨厌同处党I hate them with the fucking passion。Yeah. 所以一看就这个会出事。可是后来我也知道说你有跟范姐沟通过，说这个东西，因为你想要就是实事求是，因为那是你的特色，你的 belief， 你的 belief right， 你的这是你觉得说这样我对得起我自己。我写这样，如果你像 Ken 的想法这样乱骂的话，你的粉丝会更伤心。对，因为你不能就是写出就是 something that's not true， 可是我超爱嘛，因为我就是爱阴谋论嘛，我就是爱说干同住场全部都是他妈的恐怖分子，他们全部都该死嘛。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事实上他们真的是恐怖分子 ？No， 因为恐怖分子你需要定义出来嘛。现在美国就是，反正 Wikipedia 看一下，他们定义上目前还没达到。可是虽然他们是一群人渣，好，我直接讲。可是你就你的立场、跟你的特色、跟你的文章、你的那些，你不应该写那些东西嘛？所以我听完你有 double check 之外，我就是说 OK， I respect you，因为你自己其实本来就知道可能会出事，对。可是你还是愿意那样写，所以我给你100% respect。可是我觉得被骂。Okay. 就 expected 。我来洗一下 Ken 的脸哈。我跟你说，人都有第一次。其实你以前我们 是有一起跟着范琪斐拖下去被骂过，对不对？那个时候其实也会有点难过，可是因为被骂是范琪斐，所以就想 ，Yes， 看到 not my thing， 对不对？ Yeah， 好像我被坐在梗图上，反正是范琪斐的事。好，去年我被骂基因的时候就是我的事。第一次第一个人最挡在最前面当主题的时候，其实是蛮痛的。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低潮，而且我也不会去看。你看我是一个这么凶，然后这么喜欢吵架的人，我都觉得有点痛。然后现在是你第一次，对，所以这就是你第一次，第一次都会痛，对，第一次，怎么听起来有一点很痛，对不对？痛，就是对你第一次独立，这是一起经历，我们陪你 ，It's OK。我跟你说 ，Ken 还没有，哦，真的吗？我们算有吗？还没有自己单独被骂过，我还没被拉出来，对，所以他现在都在那边讲一堆风凉话，我讲风凉话，他不懂。我都是跟着百灵果一起被骂，But which is okay， 所以还没有 Ken 被挑出来，没有，还没有，我们来看看，迟早啦，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反正我每次都觉得说这一段可能会出事，结果都没出事，对啊，就不够红啊，没有人那么在乎你，Nobody cares about me， 大家都 care about， 因为大家眼神只放在女明星身上。不是，你们知道刚刚其实就是你们中午大家就是有在聊天嘛，然后就是大家聊聊，然后我就比较晚来，然后我的化妆师已经在等我，然后我一坐下来，然后明天说我可以坐在这吗？因为化妆师就在弄化妆品，我说可以啦可以，然后 Ken 就说了一句我忘了，女明星来了，你说你们新来了让开，真的超挤的，女明星东西超多，对，然后补了一句女明星不够，你要讲她是国际巨星，红到中国了，好不好？跟陈秋实直播后，陈秋实哥赏饭呀，所以就是，反正迟早会轮到我啦，到时候可能又要再一次这个了，可以取暖大会，可以呀。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方式啦，我觉得我自己的方式其实是。有一些比较理性的，他们有一点不高兴你的看法，然后来理性沟通的人，其实我有点可以懂，
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多，就是小时候其实根本没有听过什么长老教会他们的民主进程啊，然后运动，然后从小大家就会叫你说你要相忍为国，我们要赚钱，我们要和平，我们不要惹怒中国，然后你对你台湾的那个价值跟历史你根本没有环境，也不敢讲，对，所以那个压迫感很强很强很强，然后一下子爆发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只是因为自己生活经历不同，所以他们 care 的点不一样。嗯，就像你最 care 的点，我一点都不 care，sorry。嗯，所以就是每个人其实都不一样，所以就试图理解一些为什么每个人可以的有这么不同的出发点。然后剩下的人身攻击就是一群智障这样。嗯，然后我接下来这边是无情工商哦，我直接推荐接下来礼拜四的 The Stir， 我们跟 Ron 录的那一集，那我们就在讨论菲律宾的总统大选。嗯，那一集我个人觉得蛮感人的，所以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听。我们刚才聊了那个什么白色恐怖啊，还有就是菲律宾以前的独裁者 Marcos 那时候对菲律宾所造成的创伤。那他那时候 Ron 真的就是很年轻，然后很多东西是很第一次听到，还有他的那 reaction is very raw， 可是我、哦、I was touched， yeah yeah， 然后我自己很 touched 的，还有我们昨天，因为今天礼拜五嘛，我们礼拜四的时候做了一个中国跟中国封城的网友的 clubhouse 的直播，然后有一位汕头的朋友这样，我原本觉得他是不是变态，因为他接起他一直他就咦，然后我想说你是在打炮还是打手枪，这是 so weird， 然后他就说哦没有了没有，因为我想要跟你们讲话，所以我就特别跑到一个很远没有人的公园，对，离我家很远，对，很远，然后都没有人，我想说这样才能跟你讲话，然后因为我在这公园很无聊，然后看到有单杠之类，他就开始拉拉单杠然后跑步，然后突然就被拉上来，他说哦 shit， 其实有点好笑，好可爱、啊、对，然后他就跟我们说啊，其实我这里没有太严重的疫情，我们说 OK 好拜，然后他就说啊，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嗯、我们说、欸、什么问题，他就问说你们政治立场是什么，那我一听我想说你找死吗，我们讲的答案你又不能听，对啊，或者是说再来会问我们这种问题的，有时候至少在台湾我们看到的会就是可能会骂你的那些人、嗯、可能就会用一样的东西来质疑我们、嗯、对啊，说说啊，你是不是华派什么的，听起来对我们蛮友善，怎么会问这种问题，对，他就说他是粉丝这样、right? 然后 Ken 就开始说你可以听吗，我跟你说我台独啊，我新疆独立啦，我港独啦，什么就乱丢一堆很可怕的词，是对台湾那边我讲错还讲错字，还被、okay, 还被人家骂，我要帮你解释然后这个结果后来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说没有，我想要问你说，哎、欸，你们喜欢你们的国家叫中华民国还是叫台湾共和国还是什么、哦、我想说哇，我说你了解很深，我说干你屁事啊真的，我说这不干你的事、欸、你怎么会想要问这个，他就说了一段话，大家可以去听原来的那个片段、嗯，他说因为我发现这对很多台湾来说很重要、嗯、然后大家花好多时间在吵这个东西，他就说然后一直内斗，然后这样你们是不是就没有能力或心力去把你们的重点放在现在最重要的事情上，是一个中国人来跟我们讲这件事情、yeah. 可你就很有趣了，那时候他问我们的时候，我跟 Ken 跟蛇其实我们答案都有一点点不一样， 对, 对，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对，我们想法都不一样，就是台湾要叫什么我们的看法，我们的看法其实不一样， But I understand 为什么会不一样，我也不会跟 Ken 跟蛇边内斗，嗯嗯，所以我很喜欢那一段，怎么可以不叫台湾呢，我先要出去，我不要跟你们坐在一起你统促你统独没有没有，真的台湾要叫什么台湾什么共和国之类的、对啊，你们差异有很大吗，我觉得没有，我不知道你对很大的定义是什么，我不觉得你跟那些对你很生气的人差异也很大，我觉得没有，所以你对很大的定义是什么、oh. define 大，因为我是说我什么名字都可以，只要台湾是一个独立个体、oh, okay. I don't give a fuck、因为我不想要这种名字的部分，因为我不想要，他说现阶段名字不重要了， OK 对、嗯、我说美国允许才比较重要，对，我要说要国际承认哪一个、嗯、我就用哪一个、嗯、不然的话在边我们自己爽的在打手枪有什么两样，你看蔡英文都叫中华民国台湾，你看他两个都用、嗯、对、嗯、所以 how do I know which one is the right one， 连总统都不知道要用哪一个，真的，然后我刚刚看法有点不一样、哦啊、我很不喜欢中华民国这个 OK OK， 对，我个人是情绪上不喜欢，说只要领导人不是共产党，他没电了啦，好，蛇鞭说只要领导人不是共产党就好，哦，你的弹性更大、嗯、对，他弹性更大，这是大学，这也是大学生的一种看法、哦、所以我真的觉得、嗯、Ken 讲的没错啊，就是大家除了自卫之外、嗯、爽完了以后也要看看外面的人，其实不要把自己圈子越做越小，我最大的感觉在这样、嗯啊、Vegan 我再说一次 Vegan 少吃一口肉，你都是在前往变成 Vegan 的路上，所以在支持台湾、哦、只要你多做一件为台湾好的事情，你就是在
帮台湾做事情 yeah,、right? 在网络上乱骂不是、嗯、对，而且我是真的觉得啦我是真的觉得我们现在的状况是要把更多的人拉进来一起做这件事情 yeah. Yeah. OK 那我是真的觉得啦，希望其实我觉得吵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无所谓、欸、我是真的无所谓，我没有像敏迪，我说实在你那个我觉得我的我觉得我相信的，我跟你说范琪斐第一次被骂的时候他其实有点难过，我跟你说我那时候我有啦，我那时候有那时候我走进来他的脸色之差，超低气压，白头发感觉又更多了好不好，对，他也第一次也是这样，对，我觉得这些人做过几次以后就觉得骂自己专家了，做过什么几次、欸、换我讲、啊、很烦、欸、生气 My show 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经历过之后就好了，而且我觉得现在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众人骂我都不在乎。我说实在的，你们现在听了以后要再去骂我也可以，随便你 ，I don't care。真的，因为就是因为你们越骂，我越想得更清楚。嗯嗯，我想得更清楚，我因为想得更清楚，我说我比以前更坚定100倍。所以你们来骂吧。嗯，我跟你说，这种人就是骂他没有用啦，因为他不 care 啦。好，就是他骂你这种会痛的、会走心的，那个才有趣嘛，跟那个屌照一样，你知道？我很少说屌照，因为看到屌照说 "Oh my God, it's so small"， 我走，因为就看个医生吧，他们就不会想要传屌照给我。要传给那种收到会受到创伤的、哦、对，所以你现在就是收到很多屌照，因为真的没看过，你真的没看过。对，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吓坏了，天哪，天哪，Just a dick， It's just a dick， And there are a bunch of dicks， OK， OK， 好，好了，我们要换神父来了，拜拜，拜拜，拜拜。好，我们回来了。我们回来了。刚刚舌边是不是要补充一些范姐的事迹啊？对，快说。哦、他刚被烧的时候，其实是整天躺在我们那个门口旁边。你说他第一次被烧的时候吗？对对对，我每次进来录音室都看到他躺在床上。为什么他躺在那里干嘛？就滑手机啊，然后失魂落魄，对不对？对啊、看起来很沮丧。然后英方一来就会问他说：“这个要怎么办之类的。哦”你看，我觉得他刚刚就是讲的一副是我就是这样，我就是好斗，我没在怕。然后。他那时候根本就好吧，那我就等看我什么时候被烧了。对、Fuck ，到时候就会看到 Ken 躺在那张床上。没有，我可能不会出门了。我跟你说，我一定，我一定，我一定待在家里。说凯莉，我这礼拜不想录音，说我出去录，反正讲什么都被骂，录屁哦。你现在可以知道，先多敲一点裂缝。对啊，我先知道，我先知道，我已经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找一下家里，对对对，更多的裂缝。如果看着裂缝就会好吗？换个角度看就没有缝了。好，来，我们来，现在来，我觉得我们今天就是一直在做一个集体諮商，下一个需要諮商的对象，来，下一位是神父哈、哦，神父，你上礼拜周末去了那个什么台东，去台东了吗？台东，对啊，然后手机好像就三天没拿到嘛，对不对？都没有回讯息啊，我就手机就是直接关起来丢着了，很好，因为我都有检查，那个已读都少一个人，好可怕。真的真的要看啊，我也有看 啊, 对对，我很害怕你还在那边看，我会生气，然后不敢回，对不对？对，我会觉得说那钱不就浪费了吗？对，他真的没有回，没有，他也没有看、嗯、好，有，我们知道，我们有检查，嗯，你觉得很可怕是不是？这是为了你好。对，哦，听起来好恐怖哦，像恐龙家长。所以你去那边怎么样？体验是什么？我先好奇，跟那个广告上是一样的吗？就是你说老师还是内容？我说课程，然后再问老师。哦、课程是一样的、啊，是做什么？可是下雨耶，有冲浪吗？有啊有啊，有冲浪、啊。台东没有一直下雨，哦、好爽哦。然后我那天是一大早坐火车去嘛，然后、嗯。然后我那时候写信的时候，反正就是课程有三次瑜伽，然后有冲浪课，然后反正所有课都有上到，可是我们就完全没有排行程。然后我下午差不多两点到以后，就有人把我就是接去冲浪小屋，嗯，然后下午的时候，那名就是小屋的老板就来，然后瑜伽老师也在，然后他们就说：“那你等一下上课吗？”然后他们说：“那我们等一下上瑜伽课吗？”然后，好随性哦。然后冲浪小屋老板说：“可是我们等下冲浪，还是你要冲浪？”我想，等下冲浪好了。
然后就下午就冲浪，好 chill 哦。所以就是因为只有你一个人来，就是所以是你单人课程，就只有我一个人。可是因为他那边是一个有背包客的，就是可以背包客的冲浪小屋、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正在打工换宿的人、然后我就在那边认识了一些就是也打工换宿的人啊，然后小屋老板啊，瑜伽老师啊，就觉得就很有趣、然后也没有手机嘛，所以我就是大概观察大家干嘛哦？哎、欸，没有手机会不会焦虑啊？对啊，你一开始有那种那叫什么戒断吗？分离焦虑症之类的、分离焦虑。我还好哎、欸，我觉得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手机。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你有跟他们讲就对了。就是我跟他们讲啊，就是我没有，就是手机没有手机。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没有手机，可是我会时不时的，是不是摸口袋，对不对？摸哦，我没有，以为有震动，其实不是这样子。然后呢，还有什么？我觉得你这三天来最大的启发是什么？我觉得就有比较放松，哎，就是不会一直看手机。我现在也不会想要就是一直看手机。哦，三天影响这么大，然后好想改变，好想在台东定居哦。我在那边看到一栋就是在卖的房子啊，我还推荐给范姐，多少钱？不知道，他就写售啊，就独栋，台东应该不会太贵吧？所以你是想要叫范姐买给你住，是不是？没有啊，范姐，范姐之前在看啊。哦、OK，OK， 哇，这台东就是一个会让人很容易想要搬去的地方，让焦虑的人想要搬去的地方。范姐啊，我姐夫啊，你姐夫啊，我姐啦，姐啊、我姐，还有一些白人们，白人超爱的。那在那边你都吃什么？他们知道我们用手机，所以民宿老板就是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冲完浪，然后回去、那個、有包吃嘛，对不对？有包没有？其实没有包吃，其实没有包吃，其实是要自理。What？ 对，这个营我第一次听到营队这种算是，他就是课程，然后其他时间就是自理啊。OK， 对啊。然后但是他们就第一天晚上说他们要去吃一间那个海鲜热炒，然后就一起去，然后就被带着就拎着一起去吃，那也蛮可爱的啊，蛮好玩的哎、欸、哦、That's nice。 那有认识新妹吗？认识新妹瑜伽老师哦、OK 好，他应该不是，他是 single 吗？应该也不是吧。不是啊。对啊， What the hell is going on？ 就是男生会关注的问题。It's OK。 好吧，那瑜伽课好玩吗？瑜伽课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啊、可是有点可惜的是，上瑜伽课的时候本来是要去海滩上，但是天气不好、所以就在那个小屋的公共空间，它公共空间整个开放的，然后就很多狗狗、然后就跟狗狗一起做瑜伽，其实蛮感觉很疗愈耶。国外不是有那种喇嘛或者喇嘛 yoga 吗之类的、我在那边做瑜伽的时候、然后我旁边就围着一圈狗狗、所以你还会想要再去吗？会、我会想说，就是因为他那边有背包，就是有背包房，就是可以有放假的时候就去那边，然后离冲浪点很近，租了板子就是可以下水。OK，Great，Great， 好，开心就好。好好，那我们来关心另外一个没有露脸的。好，那个在家关了将近十天嘛，对不对？对啊，大概八九天左右。OK。你还好吗？确诊的蛇鞭回来了。对啊，对啊，对啊，耶耶、yeah, 恭喜！活着回来，我有无敌信心。没有，你想太多了。But 你怎么了？你是上礼拜几确诊的？其实我上礼拜一，大概上礼拜一是九号嘛。我九号的时候，其实早上头就有点晕晕的。可是你有来啊？对，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头晕晕的？我有讲，我有跟你讲，然后他有做快，他有跟我讲，然后就做快筛。不是每天早上都这样。对，对不起，对不起。然后他来跟我一起做快筛，然后我们都没事。然后我说这可能是我离那个什么 COVID 最近的距离哦。我那时候真的超近，因为我第一天有一点不舒服，但是快筛是就是只有一条线。我那时候还以为就是第二条线是不明显，我就请 Ken 帮我看。然后 Ken 还说，就自己开玩笑说这是我离 COVID 最近的一次。结果当天晚上我真的发烧了。哎、欸，你真的很容易发烧，对对，因为你会烧到什么39度这种、欸？哎，对，我之前打疫苗也发烧，然后我甚至是胃胀气也会发烧啊啊！对，我胃胀气太严重也会发烧。哼，对，就很容易发烧，对对，就身体的发炎反应之类的，就是发烧。嗯，对啊，对啊。那隔天我们就是赶快在快递给你那个快筛嘛，那你就阳性了。那你有去 PCR 或打电话给那个什么192问接下来怎么办吗？我第一天的时候是快筛阳嘛，然后我就一直在网络上预约。看哪边到底可以去做筛检，那个时候其实因为台北市已经人很
确诊人已经很多了，所以很多快筛站是改成预约，你现场是排不到的，或是你要排两三个小时就爆掉了。对，所以我想说我既然这么不舒服，那就先上网预约，然后结果我真的都预约不到，我还甚至联络那个就是杰西大叔看我预约不到，他就一直跟我说你要不要去那个什么车来宿啊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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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对，然后车来宿可以骑脚踏车去吗？还是一定要有车？其实不一定有车，有骑摩托车或是骑脚踏车，其实走路应该可以吧，就跟 motel 一样。 对，我那时候台北市有车来宿的PCR 了，在士林那边，我记得有一阵子了，很早就有了。有，然后后来因为我真的都预约不到嘛，所以那个时候就有其他朋友看到我这样，就叫我就赶快先吃药，因为我症状其实有点明显，就我就赶快先吃什么清冠一号。对，所以你那时候怎么拿到清冠一号的？听说很难买，因为我有朋友确诊。哦，他有剩下的就对了。对对对。哦，因为他们有症状嘛，所以他的药放在那边也不知道干嘛。OK， 大家。哎、欸，你很多人关心哎、欸，很棒哎、欸，对啊，好开心哦，其实很多人支持你、欸，谢谢大家。哦，不过他好像有说啊，就是其实真的很不舒服。对，我发烧了两三天。对啊，你烧很久，而且一直咳嗽，然后喉咙很痛，啥小的。对，我那时候还有录音给大家听，我声音真的已经不是我的声音了。对，他就在那边，你知道，因为我们就说你不舒服你就休息啊，哦 ，it's okay， 这样我们来处理。然后好像到第三天、第四天，我们说，哎、欸，那你今天 OK 吗？这样，然后他就说我 OK 了，但我的声音很沙哑，就还。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在那边录音，我就想说，亲就跟我说很沙哑就好，你不用证明 ，I don't care。想要让他们知道严重的话，可以严重到什么程度？可是你有跟我们说，你就喉咙痛到就是吐吐，对不对？对，因为我是被自己的痰给呛醒， Gosh. 我原本是平躺睡觉，然后就被自己的痰给呛醒， oh、然后起来以后就我就把，也可能是我煮东西太难吃还是怎样，我就把我前一天煮的东西全部都吐出来了，没有办法否认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几率非常的高。我觉得你搞不好是食物中毒混 COVID 才会变那么严重，因为我没落塞。你自己说，他前一天煮的那个粥看起来真的是蛮可怕的。啊，对对对。然后我有一个开餐酒馆的朋友，他看到我煮这么可怕。就是隔天马上就快递他的那个，他就自己煮粥，然后用成真空料理包给我，好感人哦。那你要听他怎么加热真空料理包。因为我那时候就左思右想，想说我有，因为我家没有微波炉嘛，我就有两个加热的方法，就隔水加热的方法。首先就是先用那个电磁炉把锅子就是加水啊什么隔水加热，第二个方法我就想到啊，我可以用水龙头最热的水一直冲啊。那个水我有留下来，我没有流掉了。你说留下来泡澡是不是？所以你就洗内裤啊什么的，好浪费，而且很没有效率，而且出来东西就是屁温欸，对，就你浪费的水，然后又达不到你的效果，是浪费的机制。其实可以，因为我那时候喉咙很痛，我不能吃太烫的东西，所以只要粥有一点温温的，我就可以吃了。那本来就是熟的啦。Oh my god! Oh my god! 欸，如果我用在锅子里，我还是要等水沸嘛，就是反正就是都有加热的过程，都是要等待。You know what I'm saying, right? No, 天哪！所以你不觉得他应该是食物中毒吗？我觉得应该是食物中毒。我没有落塞，我之前都没有落塞。你吐啊？你吐啊？吐啦，就吐那一天。好发烧啊！发烧，你有肚子痛吗？我没有肚子痛、欸。哦，那应该。哦，不过我那几天我睡觉，我都是在沙发上睡，就是沙发有比较有倾斜一点嘛。因为我咳嗽的话，如果我完全坐直直的，我会咳到肚子很痛。哦。然后如果我躺着的话，我会呛到。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很像在坐客运一样，有点斜斜的，那是最好睡的方法。天哪 ，OK， 真的很不舒服。对啊，恭喜你就是康复了，这样。Yeah, 可是这段期间，你食物你就是叫外送什么的，还有邻居。还有房东救济，还有房东救济吗？对，这超扯。那垃圾怎么办？你垃圾要怎么丢出去？我是先打给关怀中心，就是台北市的话是每个区域都有关怀中心嘛、然后就请他们帮我联络那个清洁队。然后清洁队大概就是我是礼拜上礼拜四联络，然后这礼拜一来收。对，就收那一次。OK， 哦，真的很辛苦。现在这么多人确诊，那真是收不完哎。对啊，可是你。台北市是不是有送那个防疫礼包之类的、啊、食物？因为很多人在说台湾都收得到啊，中国那个什么垃圾之类的，你有收到吗？我的那个防疫包是我是11号 PCR 阳性嘛、然后就有通报上去啊。不过我到现在隔离书都还没有收到哦，所以听说很慢啦，没办法，还是发完了有可能哈。
隔离通知单没有发完这件事情啊。哦，隔离通知单啊，食物也没拿到，这样都、啊、都没拿到。首先，先十一号我已经通报了嘛，然后隔天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那个关怀中心、嗯，我问说我的防疫包跟隔离书什么时候才要来，然后他隔离书有跟我讲一个确切日期，但是已经过那个确切日期很久了都没有来，然后还有那个关怀包。关怀包是也有跟我说确切日期、嗯、也一样没来、嗯、然后后来我看新闻五月十五的时候黄珊珊就说那个已经发完了、oh, 啊 ，I see， 所以大家就如果是这个问题，就不要打电话去烦人家了，对对对，因为就是收不到了，就了 It's OK， 里面就是饼干跟泡面，那个那大家自己去买就好。台北市没有快筛，那你有试？因为现在我知道好像有提供什么视讯看诊的服务，你有去试过吗？我原本有预约荣总的视讯看诊、嗯，不过因为我十一号当天早上真的太不舒服了，然后又刚好有挂号挂到别家医院、哦、可以做 PCR， 我就直接去看门诊，然后拿七天的药、哦。OK， 对，那好啦，大家辛苦了。对，可是你是不是说要打电话问你们那一区的什么邻长还是里长，然后电话还打不通，是不是？因为我要那个我一直打电话，主要是因为我想要知道我到底什么时候才可以出门，因为。我一开始原本的时候是有抱持着一点侥幸的心态，想说啊，现在确诊的人这么多，应该没有什么电子围篱这些有的没的吧。然后后来我上网，我想说应该我自己心里想的十八号这样应该是关完啦，可以出去了。但结果我十八号照理来说十八号是还没有关完，因为要看采检日，采检日是第零天，你隔天才是隔离第一天嘛。所以前天晚上发烧这种都不算就对了，不算，你就是 PCR。然后我刚好。哦、然后那个时候为了要知道我到底要关到什么时候，因为隔离单还没下来嘛，所以我就首先打给里长、嗯、然后里长跟我说好像是发病日是第零天，然后后来他就有点不确定，他叫我打给关怀中心，然后我又打给关怀中心，他跟我说是采检日哦，然后我就说好，所以采检日是第零天的话我是几号几号可以出来对不对，他就说这不确定耶，要看隔离通知单、oh. 然后可是你没拿到隔离通知单，对，到现在我已经出来两天了还没有拿到隔离通知单。这到底有没有违法，等一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就是都不知道是怎么样、啊、真的有点乱是不是，对啊，所以就是最后就是大家自我评估，不然怎么办？哦，还有、啊、我还有打给1922，然后因为大家都说1922打不进去，所以我就是凌晨四点的时候打过去。哇！因为他是都会通的嘛，然后凌晨四点还是嘟了一段时间他才通。因为真的太多人了，对，啊、好可怜哦。然后每天，辛苦哦、然后每天都在问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可以出门？什么时候可以出门？然后1922都觉得，干，我什么时候可以下班？对啊，然后他们 key 那个通知单一定 key 得很辛苦，因为都是要、yeah. 他那些，因为我们像。我十一号做 PCR 嘛、嗯、然后当天晚上我很幸运我的自主回报当天就来了、嗯、我就填完以后通报上去嘛、嗯、那个照理来说你通报完它是每一笔都是人工审查然后人工去 key 居家隔离书给你、oh、对，所以那真的工作量超大、这个、对啊，每天几万耶、欸、对，那都是人工、yeah.Oh my god, I feel so bad. 而且不是一堆医生在关心你，医生护士在关心你，然后他们就说啊，我确诊了。对啊，对啊，关心我的，我因为我讲到很好笑，就是我一直以为关心我的只有三位医生，然后我忘记刘董也是医生，所以我那时候就说、欸、关心我的三位医生都确诊，刘董还说我还没耶，你就说你是麻醉师，没有，你要说。你没有关心不然就是现在医疗人员真的前线人员超辛苦，对啊，超辛苦，你看他们就是确诊、嗯、现在确诊好像也要回去上班了嘛，很多护理师他们确诊在照顾确诊病人、哦、被召回去照顾确诊病人，对对对，或是他们根本不敢验，就觉得自己有问题也不敢验。Oh my god！ 他好辛苦啊。对，我听好有点，所以我真哎、欸，我真的还是觉得呱吉有讲一句话，也觉得蛮重要的，嗯，就是。不要觉得自己确诊就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人、嗯啊、你就自我评估自己的状况，然后如果没事的话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如果你风险不高这样、嗯、对啊，所以因为就把那个现在前线的医疗人员的资源留给就是真的最、就是、最需要的人这样，因为他们工作量真的很大，因为像我是有挂到号的哦，我看病等候就等了一个多小时，然后看完病还要去室外做 PCR 又再等一个多小时，那没有挂到号的那一定又等很久。Gosh， 这大家都超辛苦，超辛苦。对啊，对啊。而且我还在新闻上面看到有那种退将的太太，有没有？嗯、在三军总医院里面在凶护理师、欸。Oh shit！ 就是因为现在要进去什么，好像
病房还是什么的，有一个时间嘛，嗯，然后他就是在那边骂说，你怎么不让我进去看我先生？你知道我谁谁谁吗？然后他就说，我等一下打电话给谁谁，你就完蛋了，这样。啊！被拍下来了，被录下来哦！我在新闻上看到，我整个超怒，说现在什么时候？而且已经两年，大护理师他们辛苦了两年，你现在还敢这样对他们？天哪！这种人才值得被延上吧？这种人，大家不去延上那个太太，然后再延上敏迪。对呀、啊、！Oh my god！ 天哪！我超火，然后还把那个推将太太脸打马赛克 ，No show her face，show her fucking face！ 我超怒啊！对，这今天我这个离题了，可是我今天听到另外一个新闻，我也蛮怒的。嗯，因为今天新闻太少，我补一下好了。就是你知道英国的情报单位是叫 MI5 嘛？他们最近发现 MI5 里面有一个情报人员，他利用他是 MI5 的那个身份，有没有一直在恐吓跟暴力对待他的妻子跟以前的女性 partners？ 嗯、okay ，那就是说，如果你敢出去怎么样的话，我们就用国家力量把你怎么样的，然后他会拿着那种 machete， 就是大刀砍刀那种的，在那边暴力威胁。那到时候女生离开他都是因为什么精神崩溃或什么。Oh shit, it's crazy！ 然后现在警方现在在调查他 ，right？ 可是发现他已经先跑到国外帮别的情报机构工作了。然后原本军方就是英国的情报单位也要调查他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知道他哪边做不好，可是我们没办法公开他的名字，因为这样会。威胁到国家安全之类的，我就觉得干这，可是他是人渣，他害了多少女生，你知道吗？嗯，最烦。Anyway， 这是另外一个新闻了。好 ，OK， 好，那就好，那今天就这样咯。哦，对了，还有很多人问我说，我现在出来了，还有什么症状？简单来说，就是还是会卡痰跟咳嗽，而且你心跳不是变超快。我觉得可能是待在家里太久没运动你光是走路从你家走来我们录音室你心跳就160很快、欸、很夸张160是快跑、欸、我是按照正常速度在走路对啊所以对啊呀，好、yeah ，你就慢慢恢复运动吧，血氧量有点低吧。对啊，對啊慢慢练回来。对啊，对，就如果大家现在就是怕突然确诊在家里没有可以疏解的东西可以去买那个什么喷喉咙那种喷剂因为它就可以缓解你喉咙痛的问题。然后，如果你喉咙很痒的话，我是买那个舒立效的口服锭了。你那时候不是买不到还哭了吗？ 对， 對， 對， 對他就哭了，然后是神父去找给他，再快递给他。我真的觉得他很焦，有点焦啦。什么有一点？我们他一个人在台北 ，Come on。对啊，我觉得超孤单的。对啊，没有。他还跟我说，这么多人还有医生关心你了，我在家里、啊，还有房东在旁边煮热热的东西。Oh my god， 孤单在哪？我跟你说，你知道房东煮什么给他吗？什么？还煮银耳汤哎、欸、！Oh my god！ 对啊，然后他知道我喉咙很不舒服。我去买舒立夏的时候，他跟我说原味超难吃的哦。他说我要什么什么口味，我没有指定说我要什么口味。他说可以给我什么什么口味吗？他说这个口原味超难吃。我只有说原味超难吃。神父就说没有神没有神父说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就是这个态度，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too late。OK， 其实如果喜欢吃甘草糖的话，吃原味应该还好。嗯，对，它吃起来就跟甘草糖差不多。OK， 好，對 好啦，希望、啊、我这个礼拜要好好睡觉。哦，真的吗？所以总裁都回来，变好好可以好好睡觉。好好是幾個小時？你的好好是多久？我想一下，一样的问题。我有睡到7个多小时。哇 ，New record 了 ！Oh my god， 哇，真的很不错哎、欸。Yeah， congrats。Yeah， 好啦，钱没有白花，钱没有白花。All right， 就这样，拜。好，拜拜。